在生命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都往内心去找，去寻希望能有所转变。但是只要人间物质层面上略有好转，也就把醒觉解脱丢在一边，不可能去重视。一个人外在的层面一切都好，要财富，要名利，要学魔都有，却可以完全投入内心，而不认为物质层面低成就或现象有时魔绝对的重要，甚至不当做一回事，就可以说是相当大的福报。杨定一博士 M2 网络，生命是一场创业之旅，共享星光灿烂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